号没扣分。各位文化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是编号第二号，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对欧洲人民调的看法。去年大雨，爆发入里处大战了后，上大规模的人民调，原因是有一个叫做叙利亚的国家，因为发生内乱，加上宗教组织 ISIS 趁机暴动，造成人民受到战争、恐怖攻击的威胁，大家拢在面对死亡的生活。高不离中之下，有400万的人民开始离开故乡，成为国际难民。这么大规模的难民潮，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食物欠缺，还有传染病。英国第一个表示，假使坐船去欧洲漂流的危险性提悬，应该会当阻止难民偷渡的意愿。不过去年九月，报纸头条刊出一张相片，是一个3岁的查甫囡仔对着大人坐船漂流，想要到雪莱冰柱，淹死了后，被海水冲到海边。这张相片引起全世界的注意，大家才开始关心难民潮的问题。德国宣布，因愿意无条件收留所有叙利亚的难民。我看到这个消息，心内感觉真艰苦。一个细汉的囡仔，还未体会到人生各种滋味，就因为政府的败害来牺牲宝贵的性命。人动初心，心动初理。我想到家己生活伫咧台湾宝岛，无烦无恼，真正感恩甲知足。人讲食果子拜树头，食米饭拜田头。咱今仔日有一款温暖舒适的生活，拢爱感染神明的奋斗甲打拼。不过我真佩服伫高中里每科的勇气，虽然伊知影收留难民一定会引起人民的反对。无改变做法，虽然人民的支持度有淡薄仔降低，伊讲民调不是我考虑的标准，解决问题才是上重要的。虽歹地气困，无地生长三四寸，一个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，爱看得起众人的疑问，坚持做应该做的代志，唔惊别人的批评。梅克是一个真真正正有勇气的人。其实叙利亚大部分的难民拢是有受过教育的人，因的出现拄仔好会当提供欧洲劳动人口的不足，解决老人化的问题。万项代志拢有一体两面，有好嘛有歹，只要好好的计划安排，嘛会当将危机变作是新的机会。做人道义难无守，荣华富贵难得求。看着别人伫咧受苦，咱的心肝嘛亲像张丽薇。虽然难民潮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，不过伫地球村的世界，咱也是会关怀别个国家发生的代志。这件代志嘛值得咱来思考。假使台湾的政治若是继续恶化落去，我确定将来有一天，台湾嘛会变成第二个叙利亚。为着咱的未来，为着咱家己国家的前途，台湾的民主自由是祖先真无简单才争出来，咱一定要好好的珍惜，选出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、有才调的政治人物。话是故乡民，若毋是不得已，什么人愿意离开家己的故乡、家己的国家？世界流浪，为欧洲难民潮的发生，咱应该想看卖啊，台湾会当提供什么程度的帮助，伫国际舞台上尽咱一份力量。我的演讲就到这，多谢大家。